你有在公司的厕所偷睡觉过吗？在日本哦，因为工时长、压力大，许多上班族都练就了一身不论时间多短、不论人在哪里都能够直接睡着的技能。而其中一个很受欢迎的地点就是公司的厕所。不过，日本家具制造商新彩认为哦，睡在厕所实在是太不健康又太不舒服了。于是他们联合了另外一间木材公司呢，共同打造出了这台站立型午睡舱。据说呢，这是模拟大家在地铁通勤时站着睡着的姿势。而为了避免大家睡到跌倒，这座午睡舱内部认真做了许多的支撑，能够稳稳的把人固定在里面。而除此之外呢，新彩也表示哦，站着睡比较能够节省空间，这样一来哦，即使在公司的会议室放个一两台也不成问题。哎，不是，这到底是体贴还是压榨劳工？我不确定。